很好笑、哦，他要么就是一开始影音没有同步，然后可能因为我的操作负荷量比较满，80%到90%嘛，所以它会导致这样。然后不然就是一开始都很顺哦，然后从电影的一半，或是从电影的那个剩下的，就是电影后面又开始会有点那个。影音不同步，不是说一开始就没事就没事，他也许真的就不同步了。啊，干！我这样想想，我还蛮惨的，因为什么？我等一下出去，两只狗在巡逻，然后，对吧、啊？然后走这边到底有什么意义？多、啊，先跟他硬打没关系。等一下，因为我没有，我在想我走这边要干什么？我把电力恢复了，然后我电力下降了啊，然后呢？因为我刚记得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啊。This communication device is locked down. All lines blocked.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 那个水管那边的电力有没有恢复？我不知道，我们去看一下。就那个水管的那边，刚刚水管那边不是要恢复，要那个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用还怎样的？好，我们去看一下。Attention, please.刚发生什么事？他一直扣我一滴血，然后又不给我体力，不是不给我体力，又不给我那个对啊，不给我体力没有错，就很奇怪，生不出来这样。这个很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牙叉哦，当然，这个喷火雷蛮帅的啊。像这个你就换错装了哦，这个就是要用这个。刚敲过技术75滴，这样加60的话会不会比较痛一点？49，好，还蛮扯的哦。靠，还把我体力削干呢。这一只到底是在搞什么的？好玩哦！我是说它好玩吗？这样子弄，换个武器之后呢，好像有点变白痴。真的好像换武器之后变智障。那边那个小飞机我还是切完这个好了，这个要怎么切？它我的最爱嘛。那我看一下 L3 吗？不是，那 help 我这样，那我把它切成我的最爱好了。我最爱的话我把它切这一把跟这一把啊，对，以后就这样。嗯，有差吗？那这样你这样排版意义在哪里？算了。你看他瞄歪也是蛮屌的。没关系，我血还在回，我就给他打一下。
欸，我发现回好快哦，有没有是我看错吗？那体力回好快哦，就这里啊，那个水管有没有？切，到底是谁来打我？啊，这边不能用哦。我在这边战斗真的是很怕的时候掉下去。他刚刚说什么？那我真的就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去拿那个辨识器看看好了。他说那个按着这个，然后这样呢，这个闪躲是觉得真的很鸟嘞。那里还有一只，啊，先不管它，这个可以用了没？走啊！你看又要卡关，干又要绕地图了，靠！因为 越打越后面，好像这个攻速这个手套好像比较有优势，我觉得。不然我之前都是这样打的啦，我之前是戳一下就往后退啊。只能戳一刀，很像打魔物猎人一样。我靠！旁边那一只一直让我硬直，真的很无言。啊，两只哦。对，他一直让我硬直，真的很无言。啊，干！我这白痴什么？好，我们再重新看一次。我看不出来这里哪里可以走啊。那个垃圾场好像有啊，那垃圾场那边，对，我个人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的。最近用这个好像都不太能切他身体了哦，好像应该好像是他太快被秒还是怎样的。这我不是有了吗？哎呦，shit。是死蛮怪的啦，
这个冲浪板真的是超级好用。哎，还有一分钟哦，我以为重点就是卡关了、啊。我看一下要干嘛，垃圾场那边显然你进去后面应该是有什么那个特别东西可以捡，但是那个它不是吃素的，啊这个也不能用，这个枪可以用的话啊好多了，然后我还要解决三只狗是不是？我干。没回到，你看才打十二滴。那是电梯嘛，没有错。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together, we will. 啊？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ime out. Can only hope to live up to your investment. Thank you, Don.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All of you worked so tirelessly on Project Resolve.这个游戏好像对左边设计好像比较好一点。啊，没提议。You don't need to stand on ceremony. As we like to say, at Creo, we're all family. 每一只都要这么小心。喂、欸，只剩下这垃圾场我没有周巡够了。但是这个垃圾车，那一台又太远。好吧，这边好像没什么。Brains behind Project Resolve with us today。他的地图永远都是一个谜耶哦。哎，干哦，对，还有一只狗，对哦。打头最快啊，他的头现在是弱点吗？啊，走这里哦，哦不是，这边上得去吗？不行。先把那只狗引过来好了啦，不然这样找路很麻烦了，都要花我的生命去找。OPS03，
那个货柜有一个人吗？跟他打的话，我还是习惯用这个好了。好，我刚刚用冲浪板忘记装它适合的手套了。搞错啊，差太多了吧？这个是专门对付机器人的，是不是？好了，可以，我们可以找地图了。该杀了，差不多。哦，这里。哎，上不去。shit。往上走 ，OK 啊。怎么爬？You realize that, don't you? Oh, 干，不会吧？你看啊，多憨啊，在这里啦，干！啊 ，shit！ 啊，万一摔下去死掉怎么办？哎，对啊，之前回收厂的时候。看到那个垃圾产业线过去，我也是走过去干，我就死掉了。因为那边场地比较窄啊，就用这个，不要骗我呢。哦，还好 safe。啊，每次都这样搞这一招。再见。哇，这么下面，完了，这样早说好像也有两三层。坏处就是要看到机器人。啊，没体力闪。好远。Yes， 哎，9000呢？对哦，干，不行，那尸体一定要捡。现在大概知道在哪里了、哦。啊，不要跟我说跳到那个洞，然后那个机器人也给我过来哦。真的、啊，不要说我跳到那个洞，然后那个机器人跟着，那个机器狗跟着跳过，跳下来。不要说机器狗，那三只脚的，你要跟着跳下来，我会很无言。哎 ，shit！ 哦，现在这个刚刚那个水不用跳，直接走就好。我刚讲的是说我的手啊，换这个，哦，比较，然后你再换这个武器的话，会比较痛一点。OK， 这很明显都在装死。打人有打人的好处了。Please notice, decontamination has been initiated. 直接跳下去也可以的，是不会说马上摔死。干又来了，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reload 好。啊 fuck， 这没有用吧？ Access denied。 你如果有看我第二集，第二个 station 的第二关啊，路上话越来越少，找到很堵然了。后来就会很细心的在一个地方看多一点，因为好，这不小心错过了。Oh God！
欸，他挂。我刚刚只是说无聊去扫描看看而已，然后就谁知道会扫到他。我想看一下我身体部件哪一个比较缺。这是身体的，看起来好像比较缺的是二阶，没有三阶，他没有掉三阶的东西哦。哇，那我就专打二阶的那专打二阶的那个二阶材料的头盔好了。想他是头盔吗？再看一次哦，刚刚没看清楚，好贱哦。身体，身体用摇杆要按下，之前我以为是选四肢，你知道吗？对啊，结果按下是那个他的身体啊，这只没有身体可言，这只没身体。这只没有身体啊，所以你也不用猜了。这个电脑，我、哦、靠！我以为这电脑是可以按的，我才来的嘞。结果嘞，嗯，有奇怪实验室。安全的，这个是什么技能？一开始最小的怒气有20，不好吧？已经玩了很困难了，你还给我玩这个？哎，不知道为什么用摇杆玩，干我的。我的右手锁骨好像要断掉一样。对，这用跑步的就可以弄掉了。这个是先旁边都没人哦。一台机器在巡逻了，还好。欸，这好像是 test， 欸，有毒的呢。这种实验室在第二关看多了，干，没注意他后面要躲一个人。啊，干，为什么会扣那么多血？对啊。那个是我把那个，是我把那玻璃损坏吗？这个也没什么、啊。哎呦，他那样粘过去，好屌！主角让。像宫本武藏那样啊，不是啊，这样突然吸过去很奇怪。这些植物是来研究什么的？有没有这个、哦、很奇怪，这个我把它拍照起来哦。这边在哪里？因为到时候方便我来直接，对啊，应该是80，我这个应该就是他讲的那个，可能就是支线任务吧。所以一开始你根本也不能进，干那一只狗欸。啊，太亮了。
哎、欸，刚刚攀刀了，所以刚太贪心了，所以就浪费。I'm getting worried about Ed. Ever since we started to implant team members with neural links, he's 在第二关有个手扶电梯，上然后那边有四五台那种狗干，就我就是在那边第一次遇到那个狗，然后觉得太猛了。We're the development team, and he's our software solutions lead. But he insists that. 我们先练这个好了，妈一直切武器我也蛮累的。这个打这个机器狗也太强了。他是没有机器的哦。哎呦，干王吗？不可能吧！啊，干我的摇杆断线，先好。哎呦，我觉得这光有问题呢。看他有什么是正常的。哎，这有毒气哦。哎，哎，这个就啊，不是。这个、啊、那个好像是垃圾场，是不是？不是那个回收机，对吧？那你直接进来好了。这边是哪里啊？这边是不是我外面的那边？啊，看，不是哦，不是。我刚刚说身体嘛，啊，一直戳到他脚，选错了。直接打他头啊！没办法，我为了他的身体太硬了，我只是为了要他的装备而已。这边是哦，这边就是刚那个我从外面看，然后看不进来的那个。我怎么选不到他另外一只脚嘞？对啊，哦哟，这个好哦，又拿到一个回血的，这样总共你就有三种了。哦，这160的哎，干，可是。啊，哦对，这个真的有什么用吗？对，我一直目前来讲，我是没什么感觉。这个要6哦，欸，够哦，够哦 ，OK， 够。可是现在你现在不能换。哇，它蛮硬的。我刚刚发现用重打好像快速的砍击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重打，欸不是，我也不知道他轻打跟重打哪一个是。这个好像比较痛欸。对啊，用重的打好像比较痛一点。来干。我靠。我靠。我靠。完了完了，每秒加三呢，不见了，没用。干，这踩过去会不会有问题？ I know the solution is here. It's under my nose. I can smell it, but where? I failed to notic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it.一万五欸，靠杯。我想一下，好像没有快速到那边的方法欸，有吗？ I'm not authorized to stop you, but it is not recommended that you leave operations.有啦，我冲冲看好了。我想一下喔，他的植物园那一只狗可以啊，用冲的。最主要是怕说他一直跟着我。一万五算什么？这里有一个楼梯耶，有没有？刚刚我都不知道哦。欸，啊，完了，这个。Clearance required. 啊，不管。大家要跟你打就对了，不要把后面那只狗吵醒就好了。那边一个雷电趴在那边的那个，不要吵到他就好了。干，我刚忘记换那个160的。有时候电梯好像故障还怎样的。这边我想一下哦，狗就那几只嘛。这边还是要清一下。我刚刚想按防御，你知道吗？我怎么一直回血啊？
欸，是 bug 吗？我怎么一直回血啊？哎呦，哎呦！是发生什么事吗？真的耶，我一直回血，是怎么触发了吗？我一直回血。干，真的耶。有时候打他自食五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打的，这个是解不开的。哎、欸，我一直回血，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屌哎、欸，我无敌了。走这是吧 ？Lockdown deactivated. Reinitiating systems. Attention. Access restrictions for this sector have been revoked. Please return to designated workplaces. 这边解开了。解开那边的话，解开那边要干嘛？对啊，靠！我血无敌耶！我先做个游戏的影片 save point 的。